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BC Game Channel， 又系我 BC Game， 今日继续同大家玩呢个足球小将奋战梦幻队啊，踏入第五日啦，咁啊连续四日啊，都就系抽呢个每日嘅免费十连抽，咁啊三周年前夕啊，咁啊好，咁啊今日 K Lab 都已经出咗个新嘅可唔可以話佢掠水啊？我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噶啦，即係唔同屬性嘅 pick up 嘅扭蛋池，咁啊今日又出咗個新噶啦，不過都係一樣啦，唔會抽噶啦，即係佢依啲喺大鋪入邊係咪先？咁好啦，咁啊今日繼續就同大家抽呢個三週年紀念啦嚇，咁啊今日再試嚇，今日再試睇可唔可以有零零分一樣都會抽到 SSR。啊，咁啊，依家仲有两分零钟啊，咁啊，依家咁啊，顺便都攞翻晒所有嘢先啊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嘅情况下咧，咁我首先都会喺两个 account 都做准备先，我呢个嚟一入去啦。啊，原本我谂住咧就拿捏啲时间好啲咧，咁啊，以为会讲分零两分钟嘢之后走入去抽啦，但系都唔系。哦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啊，睇一睇佢呢个技术性有啲咩先？咦，其实啲选手角色都真系麻麻地嘅啫喎，佢 pick up 嗰个有牙签仔，系啊，咁啊啲能力值诶一般啦吓，咁啊跟住之后降油之虎吓嘅撞墙技嘅韩国仔啦，头先嗰个系油之虎嚟嘅应该系，咁啊另外仲有呢个系森崎啊三弟啊。咁啊，呢幾張卡就一般啊，咁啊，所以都同埋大池都有機會抽中，所以都唔會走去抽啦。咁啊，另外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個 Legend 系列嘅人真係抽唔抽好咧？不過我都決定係放棄啦，因為得翻三日，咁我都等唔到，睇下嗰個三週年紀念抽有啲乜嘢。咁啊，所以都唔知道啦。好，咁啊，依家踏入第59分啦，咁我唯有就喺度等佢一倒數一跳，咁我就即刻撳個。咁个抽奖制啦吓，咁啊，诶，写我心里入边有冇倒数咧？唔知今日有冇机会咧吓？希望嗱，今次咧，我呢个咧就抽呢个主号噶，主号你见到隔嗰台系得280几粒石，咁呢个主号唔知，因为我主号希望中到 new 啦，系啊，因为都想再 upgrade 多啲，咁啊，睇下有冇机会再同大家玩下对战啊嘛，迟啲系啊，咁啊嚟紧嗰个亚洲预选。那個叫乜鬼？那個杯賽咧，真係唔知道大家準備成點咧。其實我原來睇睇翻咧，我亞洲預選嗰度咧，其實真係冇乜人。就算依家打二 fan 咧，咁我走去 set 下嘢啦。哇！我個戰力得40几万，真係吹漲，我都唔知點算好。好夠鐘啦，咁啊即刻撳，唔知道會唔會好似琴日咁撞棍地撞到個 SSR 翻嚟啦？啊，誒冇啦。啊！琴日真系撞棍嘅，边有咁好彩？真系。不过今日个时间又同琴日嗰个唔一样嘅。不过可能今日都仲多人喺度，因为琴日嗰个咧都时间都唔同嘅。哇！今日真系好核突呢个画面，冇啦。咁啊，唔睇啦。嗱，所以零零分嗰啲咧。唔一定噶，咦？今日呢、這个哇，又攞 SSR 喎，真系不得之了啊！好，咁啊，去翻个小号嗰度啦，咁啊，等我转一转个画面先。好，跳一跳翻嚟，哇，好多嘢攞啊！不过今次就唔理啦。好，即刻入去准备就绪，咁啊，试下零一分啦，啱好。哇，即揿，诶，嗨唔中啊！哦，咁我算啦，求其啦。原来我嗨到第二个掣，嗱个心急就系个 mouse 揿咗个唔知咩掣，哎呀，咁啊今日应该就识8个啦，我而且我未开声添，算啦，诶唔睇啦，好啦，咁啊既然系咁样嘅话，诶又 SR 喂，撞鬼啦！我想要 SSR 喂，大佬啊，连续五日你都俾 SR 帮我，冇病啊嘛？等我瞄翻呢个先知，阴有啲混浊啊，冇病啊嘛你？好，咁我既然系咁啦，咁啊唯有安慰自己，咁啊抽翻一张
SSR 券啦。咁应该抽埋今日再赛嘅账，系啦，我抽埋今日就收手先。咁我唯有等到三周年纪念嗰时先至再抽啦，或者到时睇下抽即系逐日逐日倒数啊嘛，一系就走去抽主阿卡嗰四张。嗱，拜托俾张 new 啊！哦，正嘢！哇，射手啊！其实真系球会都唔使点追，唔使夹硬追啦，还点会入大池？咁啊，真系可以每个月都净系玩呢个月中限定同埋月尾限定，真系、哦、你其他嗰啲都可以抽得翻，系咪先？或者 Legend Pool，Legend Pool 都要抽，因为 Legend 唔翻山，除非真系 K 粒到时好等钱使咧，咁就要啦。诶，咁我欧洲人又再升咧啦，掂啊！因为我小号系玩欧洲队嘅，真系哦，不得之了，非常之好。今日都是有突破的，咁啊正啊，又多个欧洲球会的人啦，吓咁啦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啦，咁啊多谢大家收睇，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小弟，希望俾个 like 我呢条片啦，订阅我的 Busy Game Channel 啊 ，follow 埋我的 Facebook Fan Page 同埋 IG， 听日再同大家试运抽三周年纪念前夕三周年纪念前夕的免费十年抽。嘿，临尾都要食螺丝。好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听日再见，拜拜。